谢谢大家的飞机。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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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滑了。大虫的伤害还挺高。砰一下，滑了，四眼滑了，滑了。都没不着，你这波我必定换你，小伙子，我不可能让你活，明白没？明白什么叫不可能让你活吗？你生了吗？你连生你都没生，你生了，你生了我也换你呀、啊！恐惧 W Q 走，你给我交闪，今天你不交闪别想杀我。摄像头拿下来了啊，拿下来了。光影消失了。我们今天好像没有什么任务要过了。现，我现在都出职业病了，真的。你们有个电话给我打电话，我还要说声谢谢。喂，哎。哎，好，好嘞，哎，他没气呢，跟我说煤气费没交。跟我打啊！你跟我打，他有闪，你有闪，不是你有闪，他有闪吗？等一下啊，等个滑了，别着急，抠一下，滑了，回血啊！我也不亏，我是商鞅。我三国杀一下。他两个部件出吧，抠一下，滑了滑了，挺肉啊，可挺肉啊，有点打不动啊。埋放大了，浪费了我一个大招。但是下一波我一定要杀你。先回血。不用在那晃啊，不用在那晃。滑了滑了，真肉啊，滑了，抠一下，滑了滑了，
Q 接点烟，再接。哎，挡技能，想吃我？吃个塔皮，别的不说，这大虫子是真肉啊！你好像没升六啊？啊，刚升，还好我们闪得快，闪得再慢一点，他升了，俺们就走不了了。这福爷哥是没完没了了，我一瞅，我不去飞两波他，他是真是不知道我叫啥了。The Dark Mess，我等个长剑。我叫啥？我叫 NOC。 这地方让我觉得恶心。那是啥？那梦魇不就都叫 NOC 吗？我去中路找找这卡特。好，卡特刚好没技能。寂寞，你寂寞吗？给你吃几层塔皮。剩下的自己玩吧啊，这就不管了。这不好杀呀。嗯，这大虫子好难杀呀，他也不出塔呀，这该怎么办呢？那看来我就只能杀他们家队友了，大虫子不出塔。这个样子吧。
梦魇来了。黑吧，把灯塔拔了，把二塔拔了，妈了个巴子的，跟我猜呀，这不给他硬拆了？我眼睛这大虫子不好杀，大虫子不好杀，那我就拆。上高地，一会儿上高地，一会儿我看谁还在搁中路死，我看谁还不回家，我全给你拆吧了。怎么每一回都能碰到你啊？哎，回家了。那大虫子确实很难杀，没办法。看他吃不吃塔皮吧，这人都不塔皮都不吃。他就塔下待着，他就是吃完兵线呢，他就吃石头人，吃完石头人呢，他就吃兵线，吃完兵线吃石头人。一定要杀卡特啊，让卡特转起来就完了。我就很佩服他，我都去中路这么多趟了，他一趟他也不来，给我上高地来，直接把他高地给他推了，我让你猥琐怂，让你搁塔下待着，你就待着啊，你就待吧。都给你拆吧了，给你高地，给你，你再下回你再不回来，我给你基地给你拆了，我让你猥琐，一点优势也不打。嗯，吸走。卡特得吸走，对，得吸走。给猴哥气的，还不出门儿？你说这人。不去上路了，上路我不要了，我都给你拆吧了，我把你下路二塔也给你拆了。我们去下路这波，上路你去吧，我不去了，我不待着了。我就杀你队友的，你就去上，我不跟你玩了。都给你拆吧了。为什么愁我？为什么要跟我打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打不过？为什么？
has destroyed a turret.再打个蓝去。大虫子还在上路呢，我们最好是让他六层都别吃到，直接把他基地给他拆了。怎么还跟他多玩一会儿？一点也不跟他玩，多一点我都不跟他玩，我去拆下。把下路给他拆过了，看乌鸦有没有杀漏，没有杀漏把乌鸦杀了。为什么追我呀？还打不过我呀？干嘛？我感受到你们的恐惧啊！哎哎，走走走走，他都吃你！我撤了啊！没事，他应该追不上我。哎，他要吃我！勾引成功，他急了，看他妈急了，急就对了。上路峡谷先锋有没有人帮一下呢？给他拆吧了，都给他拆吧了。对，都给他拆吧了。上路的滑板鞋感觉可以杀呀，滑了滑了，完了给我吃了，我的魂有点猛。快点给他拆吧了，都给他拆了。两路，我们还能杀两个人，行吧。我是重点观察的福耶哥，又给你吃了，吃了也没办法。170，170也不值钱啊。
打死了就行了。这预言到底有没有人玩？不想开了，给我整的压力贼大，真的。我是不想闪现杀他的，因为根本不合适。我闪现杀他，那大虫子把我杀了，我不合适，整的我贼闹心还。老自配，你知道吧？老给我自配。不开了。那刘局儿吧，那刘局儿肯定是不行的。行，我开一个吧。神经病，打下吧。